比赛正式开始，浙江率先进攻。关键看一下深圳的防守策略啊，现在防的还是比较靠外的。站牛角，很快的下顺，外围看一下朱俊航的机会。那现在让王一博持球，之前打无球，又是大鸟，还是大鸟。篮板球啊，吴玉文拼得不错，之前的三分机会，而且呢，他们的转换是非常多的，所以他们相对其他球队来说，打的回合数会更多。还是以沈子杰做轴，现在呢，浙江是守一个区域，都是力量对抗，两人差距没有那么大的。吴前在篮下上反篮，出手速度也非打得有点挤，再分出机会，夏侯天的三分，看一下王一博这节奏，篮板球啊，从陈帅鹏的这个衣着来看，他一直穿着训练服，刘泽一上来，马尔丹的脚步有点慢，吴鹏宇往里突，转过来空了，好机会，时间快胜零负，五连胜啊，这是队史的最佳开局。而对于深圳来说的话，两胜三负，在今天的上半场，看沈子杰，哦，漂亮。王一博再给张大宇，看张大宇这个方式给带起来，哎，这个球其实自己是可以上的，自己是可以上的。顾全，他的扫荡的面积还是比较大的，推转换了，有机会，呜、哦，挨帽，篮下的沈子杰，前方